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试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干嘛踩我鞋》，是一款经营类型的游戏哦。不过感觉好像蛮好玩的，而且好像做的挺精致的，所以我就下载来试玩看看喽。好，鞋柜买下去啦！哇！喜欢鞋子的玩家们应该很喜欢这一款吧？我们看一下鞋墙、升阶，签到，奖励两倍，要看广告啊！自动贩卖机，鞋墙，是提升嘞、欸。哦，提升了以后收益就增加了。鞋柜，我这边在排队人潮哎，这个爱心能点啊？点爱心就是经验值的意思啊。这边看广告还可以奖励翻倍啊。啊，现在应该就是要提高等级了吧？哦，这样子还能增加经验值哎！哇，哦，已经升到七等了。来宣传一下，传单宣传，是不是点这个传单，客人就会增加？这个都看广告哎，那看到死哦，一大堆，应该是不用了。鞋柜三，随着等级提高啊，全部都开始慢慢解锁了。哇，好了，再看一下。感觉刚刚那个广告都给到9000那么多哎、欸。但是有一些广告都给很少。拍卖。选择赠品了、哦，所以这是大家来找茬的意思吗？这个不可能啦，这是，然后这个感觉又有点像啊，这也不是，因为鞋底那边这上面是蓝的，下面是白的，那应该就第一个了。这样子就我的了吗？再给你拍，我要用尽我所有钱来给你拍。哪里？
两次了哦。好，这是我的鞋了。拍，然后看广告花费减半嘞，这厂商很聪明哦，你们都不用花钱，你只要观看广告，他应该就能赚到不少了。好啦，至少不用刻现金了，对不对？哇，5000多哎！啊，直接领一领好了。我大概看了4-5次广告了吧。啊，解，升到9等还能再解锁另外一个。那你要升级最简单的还是去提升那些设备啊？好，9等了。好，这样最后一个也结了。给啊，提升品级吧。啊，不是啊，哼。又可以拍卖了。啊，找出一个。跟这款像的，好像第一个就是了吧？对啊，第一个。好，又拍到了。哦，鞋子好多哦。啊，其实玩法是相当容易的，反正你就是……哇，这边还有啊！哇靠，还有游戏区耶。还有投篮机，不过算是做的还不错的啊。啊，这边还是得慢慢提升啦。好吧，游戏就试玩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鞋子，然后又想要开一间鞋店当老板，那这款让你过过瘾吧。大家拜拜。